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文风听雨知天下。我国土豪在非洲花费400万买了几百吨垃圾布，黑人小畜生真好骗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就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原来这位中国土豪在非洲出差的时候，发现当地有种木头非常有价值，这种木头叫做八花木，是一种制作家具的上好材料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这是极其珍贵的宝物。这石头一般生长在非洲广阔的草原上，要长成又粗又大的树木，必须得经历上千年才能成材。而且这种木头材质不仅坚韧，而且花纹也非常美，只要经过加工，它就能变成最好的原木材料。而这些八花木在非洲人眼里认为都是一些垃圾，它们又大又粗，而且又占地方，又没有什么用处，所以非洲人都会用来当柴烧。中国男子在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就决定要把这些八花木统统买下，运回国内制作各种木质家具。当非洲人看到中国男子采购这些木头的时候，他们对此发出了笑声，并表示有钱人的钱真好骗，非洲拥有这么好的植物资源却不懂得利用，眼睁睁地把这些宝贝送给别人。当他们看到中国制作出来的成品之后，感到非常气愤，甚至后悔当初把这些珍贵的木材质卖给中国人。通过八花木制作成的餐桌和办公桌，外表看起来非常华丽，摆放在家里能够凸显出主人的高贵气质。随着中国商人不断的采购非洲八花木，使非洲当地的八花木越来越少，如今八花木已经成为了国际二类濒危物种。当中国市场上所有的八花木销售完之后，大家想买到这种木质的家具就很难了。对这件事，大家有什么不同？